你眼前呢个系71岁嘅潘迎紫，即系陈鸿烈嘅前妻咧。佢星期二放咗呢辑新相，真系吓亲大家。面就话有得查嘢啫，潘迎紫连啲手脚都皮光肉滑，不愧系美魔女始祖啊！佢喺85年以40岁之龄演出一代皇后武则天一个爆红，扮10几岁少女仲好有说服力添，所以观众都叫佢娃娃噶。同佢有得挥嘅，应该都系得61岁嘅刘晓庆啦。咁啱佢两个都做过武则天啊！潘迎紫话，2年前因为喺微博经常俾人用粗口问候，搞到佢唯有删微博，系去到星期二先开翻咋。